原标题：上世纪初西伯利亚的著名生活，帽子和怀表是当地人的奢侈物件。这里有一组老照片，拍摄的是生活于19至20世纪的克罗茨诺亚斯克地区，译著 Krasnoyarsk 俄罗斯边疆区，在东西伯利亚西部的农民们。其中多数照片拍摄于西伯利亚叶尼塞省的一次远征探险期间，这次探险始于1911年，由一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提供指导，意在探索并拍摄当地人的文化与日常生活。展开全文富农之家1911年晃山监工，照片摄于1887年。监工的职责是管理工作进度并接收矿工挖出的金子。这种服装在当年的矿业界非常流行，高跟皮靴也是1880至1890年代的时尚。一顶帽子以及用细绳或金属链悬挂的怀表乃是显示其本人社会地位的奢侈物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